我突然想起顾廷琛从来没去过施家的别墅，忙慌乱地报上地址。他轻轻地笑开，伸手取下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给我系上，上面还残留着他的温暖。我贪婪的呼吸，听见他说，走吧，送你回家。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他什么也没说，我什么也没问。直到站在石家的别墅门口，我望着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，顾廷琛，你要不要进去喝杯茶？小姑娘，天晚了。那下次见。他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我忽然明白，今晚的一切不过是我的自作多情。分开之后，他就是温如烟的新郎了。